香港女排虽然是惜败给了北京女排，但他们的表现非常抢眼，主攻段放在前排进攻和后排保障上都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作为队长的丁霞，她的超强的组织进攻能力更是让在场的球迷粉丝们热血沸腾。那么经过了一天的调整，辽宁东港女排今天晚上将要迎战的是拥有李盈莹和王媛媛的天津女排，这两支队伍可以说是老对手了，彼此都非常的了解。那么今天晚上他们将如何排兵布阵，又将如何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排球大战呢？今天啊，已经来到了我们三强对抗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庆市排球协会的常务副主席、国家级体育指导员邹元文邹指导来到现场，和我一同为大家进行解说和评论。邹指导，欢迎你。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导播将画面给到现场，让我们赶紧来看这场辽宁队和天津队的女排大战吧。现场的各位领导嘉宾、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嗨翻全场，热血澎湃！欢迎大家来到2024锦人杯女子排球三强对抗赛的现场，欢迎各位领导嘉宾的莅临，欢迎现场的球迷以及此时此刻在线上观看比赛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们，欢迎你们！衷心感谢本次比赛主办单位大兴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工会，承办单位大兴油田文化集团。锦人杯女排对抗赛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天津女排、北京女排、辽宁女排以及我们现场所有的热情的大兴球迷朋友们，我们再次欢迎大家，同时把掌声送给女排的姑娘们好吗？欢迎她们来到我们美丽的大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大兴油田发现65周年，回望过去，大兴油田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创业史，产业报国贡献能源成为全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展望未来，大兴油田续写原油雷产25亿吨的荣光，加速上扬企业成长第二曲线，把雪加热再出发，向着世界一流现代化百年油田奋勇前行。接下来，让我们迎接这场体育和精神的双重盛宴，感受大兴精神、铁人精神的强大力量。再次把掌声送给女排姑娘们，送给女排精神，送给每一位大兴石油人。Thank you.
坐，运动员握手致意。下面介绍本场比赛裁判员，第一裁判员魏国，国家级天津；第二裁判员刘斌，国家级天津；四线员王荣喜，一级黑龙江大庆；四线员吕小伟，一级黑龙江大庆。下面为大家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和主教练。大庆球迷掌声欢迎天津国海银行女排 No.1 一号李莹莹 No.2 伊琳娜菲奇苏娃 No.5 五号达米亚卢克拉15号王媛媛20号王一竹自由防守队员13号孟子权欢迎主教练王宝全助理教练于飞陈芳领队王德阳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辽宁东莞草莓联盟女排 No.4 4号孙小轩5号石平鹏6号侯明元 No.7 丁秋马8号二选手丁强 No.9 马蒂内自由防守队员16号许佳楠主教练赵勇助理教练冯国威刘建飞乔本一个人领队王敏双方的第一局比赛，首先是由辽宁队发球，我们来看丁霞的发球。哦，一传有点上网，哦，但是还是打下了这个球。由李莹莹发球。王喜再给王一竹漂亮加油声辽宁队辽宁队非常好这个球虽然弹了网带但是也被救起来了打球进你快球得分继续加油辽宁队辽宁队可惜这个球发出界了
由石平同发球。啊，边条的四号位，直线扣球得分。比分来到4-1，继续加油，辽宁队！全场球迷一起来，辽宁队！好，四号位。辽宁队请求第一次暂停。一起完成。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庆油田体育杯中国女子排球联赛三强对抗赛，我们的比赛是在大庆油田体育馆举行。此次比赛呢是由大庆油田公司工会主办，大庆油田文化集团承办。我们的比赛还在大庆油田官微、官博、大庆油田视频号、抖音号、APP、大庆油田工会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大庆油田工会 APP 进行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我们的直播平台，并参与互动话题讨论。一拳不到位，垫条一个，超人攻，开网。垫条的二位不到位，无功过网。来看一下天津的快攻，王媛媛一个劲挺快。15号王媛媛，感觉今天天津队进入状态比较快。发球失误，这个球过于角度过于大了。是的，失误也可惜。看一下马丁内斯的发球，哦，也是失误了。比分来到7-2，继续为辽宁队加油，辽宁队。从开局上，天津队的发球针对性比较强，找人找空位，效果的也是很明显。又是无功过网，吊球给你保护到位。王一博和王源的双人拦网得分。还是开网的一个进攻，啊，保护起来，啊，两个人抢球了，算失误，可惜。加油声继续来，辽宁队，辽宁队。这个球是因为丁霞在第一次进行垫传的时候倒地了，所以这个第二次的组织进攻就没能组织好。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我们再次用掌声来欢迎一下天津队和辽宁队来到我们美丽的黑龙江，美丽的大庆。我爸爸有事没事儿总想喝点酒，就算是看辽宁队的这次一攻，金克兰一拳到位，被防起。丁霞的脚真快呀，漂亮，漂亮，防位很好。吊球防起了。手中怒放的手。
是一个机会球，急于进攻失误了，有些可惜。别着急，慢慢来。天津队的拦网判断还是非常准确。两队换上了端放。是。哇，大清的球员真的太厉害了，超级拦网的手势做得非常的整齐哦。我们来看一下端放来到场上以后有没有变化。一拳。石平龙的后三一个调整功，是的，落点很好，效果很好。加油声，辽宁队！我们来看段放的发球。一传到位，防御。四号位扣了一个长线，打到进内。天津队换人，一号下，十一号上，掌声送给一号队长李莹莹。李莹莹的粉丝，大家请掌声。天津队场上队长十二号。一传到位，漂亮，直线扣球，打手出去就是。哇，这个大力跳发，很具有威胁。好球，防起。石冰彤。被王媛媛和孟豆的双人拦网拦住了。辽宁队加油声，辽宁队，辽宁队。啊，一传。来自二传。手啊，拦网双拦网没有并到一块儿，让拦网失误。这个组织进攻非常成功。看胡明源，哇，这个球好飘呀！调整功，防起来。石冰彤，四号进攻防起来，垫条的四号位。再来，好球！丁霞出手了，我们的带刀二传，漂亮！再一个拦网，这个回合很精彩的对决。比赛精彩吗？尖叫声！好球！保护闯起来，扣三。拦网得分，一起来。孟豆的发球。辽宁队的加油声，全场一起喊：辽宁队！辽宁队！
传没有到位，好球保护起来，背飞好球，记板了，天津队失误，比分来到16-6。应该是吹了个触网。啊，这是触网球。可能是石冰桐刮到这个网了，进攻的时候。加油声再来一点，2-0。篮球队会员5号下20号上，欢迎顾初爽。篮网得分，全场球迷一起手拿的这个篮网。判断的非常准确，队场的进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篮网高度也很高，对，队友场的队员年轻，很有潜力的队员，而且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分析出了刚换上这个杜秋爽，肯定这个球是要给他，对，所以进行了这个重点盯防。陈博雅在4号位造成了一个篮网出界，再下一分。天津队发球，辽宁队接发球。队长，快摸！机会球。这球打得还比较聪明。20号，顾秋爽。链条的保护起来，接触网，根据判球比赛规则，采取5局3胜制，前4局率先得到25分，且形成2分优势，即为获胜。球，啊，前队防的非常好，探头，把球防起来，一起反手，段放这个球处理的还是比较清楚，很聪明，选择了一个轻缩。先扣球出界，辽宁队连续得分，继续加油，辽宁队，天津队。一传到位了，好，被防起，这个是造成了一个破坏性的拦网，导致这个球变了向，不太好防了。今天的机会。放在2号位的一个进攻，
站到位，抓掉，雷霆队换人，二号下，15号下，二号上，掌声送给15号王林。防起来，不能过网了，由天津队进攻。后杀得分 ，Number Five，Davina Lunca。不能过网。换人发球，看看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好发球，王一竹丝毫不手软。手起球落，辽宁队急于解决的还是一传问题。好，对，一传到位了。这就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攻守，打掉结合。伏明远的背飞，天津队依然握有10个局点。电挑到4号位，吊球。啊，后排谢谢美丽。队继续发球，大力跳发，发球，漂亮！来自陈博雅的一个小斜线。那么这样的话，天津渤海银行是以25-5先下一局，稍事休息，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地上有四个小礼物，我们八位幸运球迷两两一组，我们就按照现在中心原则的位置来，这两位背对背下地，背对背下地，站在背对吉祥物，背对背下地，背对背下地，背对背下地，对，好。膝盖，好吧。当说到大庆，回首拿礼物，四进八进四，四进二，最后一位获胜的获得签名牌球，好吧。游戏规则很简单，对不对？现场的球迷，我们一起来监督，好吧？请听口令，集中注意力啊！哎，这两位要留出一定空间啊，要留出一定的空间，留出一定空间，好，注意力集中。耳朵，耳朵，双手握耳朵，对，跟上节奏。肩膀、膝盖、耳朵、肩膀、膝盖，大庆，哎，嘿嘿，八进四啊！那么感谢这四位朋友参与，四位留下。我们接下来按照八进四、四进二原则，就近原则。这两位男士一组，这两位女士一组。排球啊，签名的排球啊，相同的规则，好吧，来，距离再近一点点，好，请听口令，速度加快的啊，耳朵、肩膀、膝盖，耳朵、肩膀、膝盖，大庆，哎，眼疾手快啊，眼疾手快，好，感谢这两位，最终晋级决赛的两位啊，想不想要签名排球？想，你想不想要签名的排球？哇，热情很多啊！来决赛啊，准备好，速度会更快啊！为了签名排球而战啊！我看一下下面都有谁的签名。哇，李莹莹、丁霞，哇塞，基本上都在啊，基本上都在啊！好，决赛轮准备好，集中注意力啊！耳朵、膝盖、肩膀、耳朵、膝盖、肩膀、耳朵、膝盖、膝盖、耳朵。别着急，别着急，非常口令啊！来，继续来，耳朵、膝盖、膝盖、耳朵，大庆，哎，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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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感谢，再次感谢你的参与，感谢你的参与。好，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位女士，好吗？来，恭喜你获得签名的排球，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好吗？第二局的比赛，天津队换下了李莹莹和王媛媛。天津队的第一局中发球的针对性更强，给辽宁队的一传造成很大压力，而且天津队的拦网的经验很丰富，而且拦网点很高。辽宁队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攻守想突破难度很大。看第二局有什么大的改进。啊，无功过网，马云那次扣球，扣杀得分 number 九号 Martinez。辽宁队的首发主攻换段放，石斌彤改打接应。二号位直线扣球，黄喜。探头，漂亮！这个防守很精彩。
防守孟豆跟着边儿啊，叫希尔顿没有保护上。一传到位，漂亮。二号位的这个扣球是大力神。目前比分来到2-1，加油呼声，天津队，辽宁队。好。篮网得分。扣球过于坠有角度失误，陈导演的发球漂亮，探头球德菲迪手拔扣球得分。 Number 4 Irina Petisova，陈曼雅的发球也是直线斜线相结合，一个擦网球，发球一网一足的篮网得分。全场球迷一起来，好球，明内斯的发球，一传到位以后，费迪索娃的扣球还是很具威胁。一传到位，基米特洛娃的四号位的一个强攻，辽宁队，辽宁队，石冰彤的发球，点到位，短平快扣球跑起来，丁家调到四号位，王瑜的扣球。20号主攻手王一竹，掌声。扣杀得分。王一竹。一传到位了。漂亮。探头的机会。啊，防的不错。角度比较大，扣球难度也比较大，是的，这个球调的可能有点角度太大了。对，王一竹已经不太好处理了。哦，是个界内球，发球得分。
郑勇教练还是在现场进行指导。啊，追发主攻，短放，给拿开个球，丁家跑动很积极。篮网得分，全场球迷一起来。哦，一个弹网球被段放防了起来。你看史冰腾的后三进攻，拿下了这一分。Number five，五号主攻手史冰腾。辽宁队再追一分。同样是一个后三的扣球，五分。第一次暂停。现场的大型球迷在辽宁女排的主场有一句加油口号：我爱辽宁，你爱谁？下面是我爱辽宁，爱谁谁？好吧，我们来到了大兴，大兴的球迷也让辽宁女排的姑娘们感受一下主场的氛围，好吗？我爱辽宁，你爱谁？我爱辽宁，爱谁谁？好吧，全场一起来，我爱。助攻过网，辽宁队得分，我爱辽宁，你爱谁？全中国最棒的球迷就在大庆啊！快，吊球，这球打得很聪明。加油的声音也要送给天津队，好吗？天津队，天津队，辽宁队也是在不断的调整战术。二位奋磨，便调到四号位。主要落点这俩人的集合部，打一传，
传到位。马球。比赛精彩，尖叫声！有的时候这种很意外的一次球，也是让对手措手不及的。这队员需要时刻保持专注度。打球，我们抓看头球的机会。扣球还是非常果断，篮网人篮网以后改变方向，防守人抓不住。辽宁队，天津队。那么到了第二局，现在场上战成了13-13。一传到位，一传到位了，漂亮。一传到位。保护起来，调整功球，来自二选手丁霞的出攻，零八号。双方再一次战平。传到位了，传得快。二号副攻手张世奇的一个近体快球，速度真快呀，他还有高度。那么张世奇这名队员身高达到了1.96米。一传半到位，看一下调整功，被陈博雅防起了。王一卓，哦，一个轻搓，漂亮，阵地保护很好，后三，后三得分，齐昂，杨毅。是来自11号陈博雅的后三进攻，非常的漂亮，下手非常果断啊。11号陈博雅。攻不完，再来。20号主攻手王一卓，一传到位，天津队的战术还是比较灵活。是的。球防起来，碗口，好球！
17:15，辽宁队得分，辽宁队发球，天津队接发球。这球呢，坚决的给这里快球。辽宁队现在又是两点攻，这个轮次也很关键，看看辽宁队一传如何。还是很到位，对飞，这球可惜接外。篮网队员比较靠近这个标志杆，他可能这个球路的这个球线的这个选择的余地也不是很大了。对，现在这个地下在前排的时候，辽宁队是两点攻，现在没有了一传的保障，他更多的是四号位、二号位两个点，这样的话进攻点对方判断的很好，让他攻守压力很大。是的。看这次一传的效果，啊，选择了后三进攻，哇，一个鱼跃救球，漂亮。防起来，这回二号的贝飞，第二球保护了积极。拐直线球，再给胡明远。六杀得分，六号后空手胡明远。加胡明远的这个配合还是非常熟练的。陈美雅的扣球，天津队换人。20号加7号上，欢迎7号杨毅。天津队再次换人，来自这球吊得非常聪明，丁霞的二次球直接吊球得分。超人级球员08号丁霞，我们看一下丁霞的发球，后二进攻，传到位，点条二号位，二线防解，篮网得分。感谢本次比赛主办单位花星田有限责任公司工会。
承办单位大兴油田文化集团暂停结束。篮网判断的非常准确，得分。篮网得分，这个犯错，石云龙。一传可能给的也稍微有一点低了，然后二传也没有他传很高。天津队换人，七号下二号上。要换上主攻王一竹。球直接得分啊！分辽宁队再次把比分追平。哦，现在就反超了一分。丁霞继续发球。这个是孟豆在传球的时候可能有些触网了。两个球队的加油声，天津队，辽宁队。一传没有到位，看一下调整功。的滚网球，对放这个打得很聪明，新打。辽宁队的段放发球，五号石冰头在二号位的后球造成了篮网出界，这样的话，辽宁东港草莓联盟女排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扣球还是机会点很高，辽宁东港草莓联盟女排是以25-22拿下了第二局，双方战成1-1平。稍事休息，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再次掌声送给啦啦队。依然是区间休息的时间啊，依然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啊。接下来四个小礼物要送给大家，游戏规则非常的简单，从观众席选取幸运观众和我们的啦啦队员，简单是头部，只要赢了直接就获得礼物，好吗？来，身穿紫衣服这位女士，来准备好，听我口令啊，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哎，好了，恭喜啊，恭喜，礼物送给你。好，这边也选个幸运观众，好吧？后面这位黑衣服这位男士，黑衣服这位男士，黑衣服这位男士，对对对对，来来来，欢迎你啊，大哥，欢迎你来到我们前面现场。来，准备好，剪刀石头布，哎，一把就送好了。恭喜你啊！继续继续，来来来，这边的观众，哎，我们的拉队员，来来继续继续，好吧？这边也选一个幸运观众，好吧？选完的小朋友，好不好？来，就这位，身穿白色短袖这位，好吧？来，准备好，听我口令，剪刀石头布，哎，不好意思啊，继续来啊，继续来，再选一位小朋友吧，好不好？来来来，面前这位，面前这位，身穿白衣服这位小朋友，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哎，赢了，好，恭喜你啊！最后一个礼物来到这个区域的观众，好吧？哎，我们再选一个区域观众，好不好？来来来，各位，这位女士，这位女士，身穿灰色帽衫这位女士，来，请听口令啊，跟上节奏啊，全场球迷一起来监督，好吧？最后一个礼物，剪刀。头部，剪刀石头布，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们两个来听我口令，听我口令，好吗？剪刀石头布，哎，不好意思，再选一位，好吗？来来，这位女士，这位女士，这位女士，身穿黄衣服这位女士，来来来，准备好，剪刀石头布，哎，好，恭喜你啊，最后一个礼物送给你，恭喜在获得礼物的幸运球迷啊，比赛继续进行。第三局比赛开始，第三局的比赛，辽宁队的人员和位置没有变化。第三局第二局的时候，辽宁队的一传有了很大改进，而且石明彤改接应进攻起了很大的效果，天天队换上了助攻王媛媛。天天这边大后一攻，帕皮亚好球出界，帕皮亚的这个二号位的进攻出界了，第三局的第一分。接应二号位的相攻得分，比分打到一比一平，两个球队的加油声，天津队，天津队这边是由王一竹和陈博雅打主攻，表现到位，马林内斯的进了快球，来看段放的发球，王一竹，王一竹这个球掉得非常小，欢迎十五号王云，是石冰彤摸到了这个球，对，起跳有点早，费里索娃的发球，石冰彤，
史宾腾在二号调整到接应位置的进攻的效果还是很明显。是的，二滚网球。这个铲网球被王源救起来。破坏了一传，助攻过网，看天津队如何组织战术。漂亮，来自王媛媛的二号位的一个进攻。是被飞吗？对，刚才被挡到了，没有看到。比分来到4-4，加油声继续来，天津队，辽宁队。史冰彤的发球，一传到位，吊球，王源这球处理打得还很聪明，打掉结合。虽然有一点没有配上，但是处理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正好打在了一个空档上。啊，好像直接得分。一传被破坏了。来看王一竹的发球，陈博雅的后球被撑起，这些线后球，电条的四号位，电条，再来，后二，保护很好，塔皮亚电条。攻过网，来自天津队王一竹的后三的一个进攻。尖叫声！传到位，又是一个背快球。吴明源，比赛来到7-5，辽宁队发球，天津队接发球。季米特洛娃的发球，发球直接得分啊！发球得分。球，这个这个从标杆内垫回，失误。电条的四号位。好球，四号位拐一个直线，打手出界。
员王鑫、王涛。篮网得分。后二的扣球打一个长线，打个断线。扣球非常果断，天队拉我出界。比分交替上场，加油声一起来！天津队，辽宁队。丁霞的发球，发球。哦，破坏了渔船。发球直接得分。成功。五号官员加利亚阿努普拉。好嘞。篮网把探头拦回了，林旭反手，最后是进攻。费迪索娃在后三拿到了这一分。这个战术变化还是比较奏效的。哦，对不起，是基米特洛娃在后三拿到了这一分。然后马丁内斯拿一个探头球。天津队换人，20号下，8号上。放的发球，哦，组织了一个背屏，塔迪亚，特洛娃的小领球也丝毫不手软，最后得分。辽宁队换人，换下了马丁内斯。上一轮换人发球效果还是不错的。是的。现在天津队防守也很好。哦，这个发球比较有冲击力。那防起来，直接。再起球，来者三号位。吊球，
好球防起来很顽强，那给的二号位又塔迪亚的扣球，已经有分。比分来到十三点，欢队欢迎，上号下九号上，加油的声音继续来，天津队，辽宁队。丁霞对胡明源的绝对信任，不到位情况下想给进一块球。机会球，二号位。塔迪亚扣球，这球出了界。哦，这个球是被判出界了，传到位，好，背快球，马远远那个效果还是非常好。哦，丁霞的一个跪传。漂亮，防起来。又是丁霞的一记扣球。这个回合很精彩。漂亮，胡明源造成了拦网出界。胡明源的背快这两局打得还是非常好。是的，每次扣杀每次扑救都是对女排精神的最好诠释。哦，好发球，大力传跳发，武功过网，我们来看辽宁队的组织，又是背快，再给一次，这个丁霞和胡明源的配合非常默契，连续给到胡明源，不一刀又回来了。胡明源非常擅长的扣背快球，尤其在一传保证情况下，丁霞俩的配合非常的娴熟。是的。微信视频号等九大平台进行线上直播，大家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搜索大兴油田公会，即可将现场的直播转发给没有来到现场的亲朋好友。暂停结束。漂亮，天津防的也不错，四号位，好球防起来，对方的扣球，好球，好球，救得很漂亮，漂亮，又是一个背快球，胡明源，丁
达这个球组织的也是非常的积极，在这个天津队后排防守空虚的时候直接传给胡明源，胡明源下了这个球，对，下手也非常狠啊，配合非常默契，毫不手软。陈博雅在四号位几乎是抄手啊，将这个球扣中了。发球前驱，这个拦网判断的非常好。双方比分交替领先，加油声！天津队，辽宁队。王媛媛，啊，一传，一传到位，漂亮。断放，四号断放，在四号位打了一个腰线。辽宁队的主攻手断放。啊，这条有，这条到四号位，把这条防起来，天津。推小斜线。网口，啊，马丁内斯的拦网，拦网得分，全场球迷一起来，马刺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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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内斯这名球员的身高是1.92米，拦网高度达到了2.8米。那胡明源第二个发球，胡明源的发球，快攻。看天津队孟豆的发球，一传到位，好球！哦，来自断放的一个重扣啊！双人网篮的直线大斜线露出来了，是的，直接钉在了地板上。又轮到丁霞的发球，啊，不错。卡皮亚这个球，哦，这个球被防起来，救起来了，哎，处理一下。天津队这边陈博雅，哦，陈博雅借了个手，用左手把这个球处理过来了。现在天津队的刘美军来到了前排，哦，破坏了一传。啊，卡皮亚，卡皮亚的直接扣球。卡皮亚，辽宁队请求暂停。拐了一个直线，把这个球打中了。主攻手，辽宁队断放。
放也是一名非常有经验的主攻手了，这个手腕上的变化很多。对，前两个斜线扣球得分，另外一个直线。天津队需要对他的扣球有一个重点的盯防了。啊，防起来。季米特洛娃的扣球被防起来，哦，一个探头球被马丁内斯打死了，哇，太漂亮了。漂亮，这是费迪索娃的进球。是的。王媛媛再次登场。哇，这球下网很可惜。这样的话，辽宁东港草莓联盟女排呢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了。能否兑现这个局点，再下一局呢？接下来提示吧，林队发球以后防大斜线。是的。看这防守，王媛媛扣球。王媛媛的扣球真是干净利落呀，挽回了一个局点。卡比亚的发球。好，一拳到位，四号位，哦，漂亮！给天津队没有组成双人拦网。好的，那么这样的话，辽宁东港草莓联盟女排是以25-22拿下了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来到了2-1。稍事休息，我们来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辽宁东港草莓联盟队暂时领先。区间休息，欢迎拉拉队。不延迟吗？
的画面有延迟，咱们说话不延迟吗？但是不一样，是吧？第四局比赛开始。好，我们来看双方第四局的比赛。李盈莹是再一次回到了场上。辽宁队的人员和位置还是沿用了第二、三局的位置。天津队碰到发球。第六届的铁人杯的时候，我们继续能相约大兴油田体育馆。比赛开始。首先由天津队开球。哦，石冰桐在二号位的一个强攻，造成了对方的拦网出界。辽宁队打的投球，谢谢。断放发球，一传半到位，李盈莹清掉。其实这位置掉的非常短。林一航。我们来看林莹的发球。好球。马丁内斯吊球。马丁内斯还了一个吊球。这球掉的也很深，哎，防守跟没跟上。一传半到位，刘美君自己打，直线得分。三号主攻中，刘美君。费迪索娃发球，垫铲到四号位，拦网。石冰桐调整功，这球刘美君还是比较敢打。刘美君这个球处理的是真敢打呀，感觉几乎要出界了。哦，一个滚网球，还是被胡明媛从地上抠起来了。这比拖拉娃的扣球。是的。到位，漂亮！现在一传保证基础上，卡比亚的扣球得分率还是很高的。李盈莹作为天津队的这个重炮手啊，他的后排保障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好球，防起。刘美君，拦网出界，比分来到4-4，加油冲！一神，天津队，辽宁队。吉米特罗娃，一传。刘美君，哇，从两个拦网队员的中间把这个球打过去了。刘美君，证明这个二传的组织进攻的速度非常的快。对，这一会儿双方的攻防转换也比较快。是的。
段放。好。扣杀得分，比分现在是打平，5-5。二位直接扣球。一号林盈盈，林盈盈，林盈盈，林盈盈不仅个子高，手也很长啊。对，而且他这感觉都是抄手在打，应该拦不住他。我看一下，哦，王媛媛的发球没有过网。丁霞现在发球，哇，一传到位了，吊球，李莹打吊结合还是非常纯熟。全场一起来，零一号，零一号，零一号。快快一传，这条到四号位，好球。前台拦网以后没有注意转身，比分再次打平，7-7。一传，还有还有，过网。吉米偷了网。垫条的二号位，轻扣一个处理，李盈盈。好球，这个进攻点很高。是的。得分依然是黑龙江籍球员李盈盈，零比零，零比零。好发球，漂亮，直接得分。发球得分。发球。那个垫条。马丁内斯，丁霞给的快球还是很聪明，马丁内斯下手也很快。一传起来以后，丁霞还是瞄了一眼马丁内斯的位置，然后才把这个球传出去，还是非常有默契的。一传到位了，啊，球，然后加塞尔扣球，战术很好，但是对方的拦网判断也非常好。刘美军打了个加塞尔，但是被拦住了。我们看马丁内斯的这个发球，哦，直接过网了，吉米托洛娃，造成了。拦网出界，辽宁队再下一分。马球出界，比分再次打平，10-10。加油声继续来，天津队，辽宁队。目前场上比分10-10，两个队再次打平。哎，有点没太赶上。
刘美君。球，刘美君调整弓不手软。破杀得分，三号主攻手刘美君。刘美君这名选手的身高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他的扣球高度很高，爆发很好。是的，达到了3.10。比分达到11-10，有点可惜，发球失误了。非常焦灼的四局比赛。的这个扣球是扣到了界外，现在是辽宁队的石冰彤发球。一传，这个球好像有点没扣上。进扣了完，基米特洛娃打了一个直线球，直线球，这球的角度还比较大，是的，难度还很大。这个球基米特洛娃并没有一味的发力，对，越是这样突然球效果往往是更好。是的，因为他做的动作都是这个正常进攻的动作，所以防守队员很难判断。对，胡明远，这个球失配了。是，对，胡明远的球是从标志杆外过去的。球打下来了，好，一传，一传到位，还有机会，好，行，刘美君先掉，主攻过网。胡明远思路非常的清晰，正好打在了一个空当的位置。金佳和胡明远的配合还是非常熟练的，是，也很默契。因为平时的这种非常辛苦的训练是离不开的。发球，这位李莹莹到前排，转放吊球，篮网梦豆起跳有点过早。天津队，两个防守队员也是稍微的让了一下。上网了。我爱丁霞，你爱谁？
次扣球，漂亮，替你快球，是的。重要的一环节就是保证一传。好球，再防回。地下怎么分配？四号位，马球。再放的四号位扣球也很果断。加油声，辽宁队，天津队。好，一传。漂亮 ！Number one 一号李莹莹，李莹左手队员打的斜线是比较擅长的。是的。刚才他特意站位的时候没有去选择接发球，就为了跑动，这个效果还很好。漂亮，好发球。这球二号被拐个直线，有得分。辽宁十米通打接应位置的效果还是很好。吊球，非常聪明。电调到四号位，吊球，好，漂亮，丁霞给四号位，好球，这个防卫很好。很精彩，这种多回合的球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热血沸腾了。基于米特弗洛娃的，他的技术比较全面，攻守比较平衡。漂亮，这球刘美金的扣球爆发力很强。是的，刘美金。基米特的娃的扣球四号了，对。发球出界，
现在丁霞在前排，看看如何组织一攻。垫条到四号位，啊，防起来，漂亮！赢了四号位直线成功，手起球落，非常的干脆。三，篮网得分，十五号王晨月，十五号，双方比分再次战平。哦，追发主攻，他这回。李莹莹直接扣球。Number one， 李莹莹，李起来，零一号，零一号。贝飞。一个鱼跃救球，垫高球过网。看辽宁队在组织，断放，跳球。断放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这两次上位篮网起跳过早，而且落地以后没有做第二动作的准备，这球很可惜。具有攻击性，是的。然后看天津队的一攻，他找到四号位李莹莹，李莹莹漂亮。Number one， 李莹莹扣杀得分。李莹莹在丁霞这个位置扣球，超准扣球。作为天津队的主攻手，这个时候到了比分比较焦灼的时候。基本上应该都是给李莹莹。是的。看看辽宁队是不是重点盯防的。哎呀，前一队又是李莹莹。吊球。还有。马蒂斯，漂亮。好的，马丁内斯的一个正扣拿到了。哦，暂时还没有。比分来到了24-23。能不能拿到这个
兑现这个赛点呢？我们看一下啊，羚羊啊，就是网防起来，短放，漂亮，被防起了，羚羊吊球，然后对方这是网，加油加油，全场一起天津队，天津队再次追平比分。上方两次球的机会，里面失误，率先得到25分，并且形成2分优势，才可获胜。加油声，辽宁队！来一传。漂亮，辽宁队的基米特罗娃的一传也是很好，来一次的这一块球，真是激动人心，上一轮我感觉我的声音都在抖。哦，一传到位，漂亮，由费迪索娃进一块球得分，天津队暂时领先。加油声继续来，辽宁，辽宁，辽宁！天津，天津，天津！好发球，四号位调整，把李莹给防起。四号位刘美军，漂亮，哎，防起来。辽宁队再次追平比分。哦天哪，李莹莹后攻，漂亮，天哪天哪，千万不要受伤，辽宁队也很顽强，马丁内斯非常的拼啊，这就是我们女排精神的最好诠释，再次掌声送给我们女排的姑娘们，太令人感动了。看费迪索娃的发球，一下垫条了四号位，漂亮，迪米特洛娃送球得分，迪米特洛娃，比分来到27-0。传到位，刘美军被拦回，垫条四号位，刘美军吊球，防起来，漂亮，这就是基米特罗娃的一个快抹，打手出界，辽宁队反超一分。羚羊，羚复攻，漂亮，刚才你说的关键球给核心球员，是的，
好发球，天霞，还是李盈莹，漂亮。南立方体调整四号位，把李盈防去，门口球。这球触网，可能吹了一个触网。我们来到29-28。加油声，辽宁队，天津队，辽宁队，这局要打得超高分的。辽宁女排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至此呢，本次2024大庆油田铁人杯中国女子排球联赛到此就全部落下了帷幕。感谢辽宁女排、北京女排和天津女排这几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让我们油田的球迷粉丝们过了一把瘾，观看到了高水平职业球员的比赛。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特别特别的感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邹指导，这三天的陪伴，感谢他精彩的点评。那么在本月的26号，中国女子排球联赛将要鸣锣开赛了，我们在这里预祝三支球队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届铁人杯再见。再见。